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又发生在哪里呢？其实发生的地方要怎么说很难介绍，它不是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我不知道我的观众们有没有搭过飞机的经历呢？对，没错，今天这则故事就是发生在飞机上。其实飞机的鬼故事好像比较少，因为真的要发生鬼故事，通常那架飞机也不能飞了，不是吗？据我了解啦，我知道在台湾飞机当中的一些灵异传闻，就是说那时候华航好像因为空难有载过大体嘛，然后最后载过大体的那一架飞机最后仿佛受到诅咒，最后也不幸的摔了下去，最后就变成著名的澎湖空难。当然这有一些灵异传闻，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当然就是维修不当嘛，金属疲劳，最后导致飞机不幸的掉下去。那飞机有一些灵异传闻是因为某方面来讲，有一些人只要不幸在海外往生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会被飞机载着回到他的家乡。那至于今天我要介绍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我是一名空服员，当时我正在营运飞往布里斯本的航班。在这些超长飞行期间，机组人员可以获得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工作的航空公司每次飞往澳洲时，我们都会在飞机上休息大约五小时。休息区称为船员休息舱，根据飞机的类型，它位于飞机的上方或下方。你可以打开飞机某一处的一扇门，要么向上，要么向下爬，它看起来就像这些图片一样。我想我应该要展示照片，以便你们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些船员休息舱的情况。无论如何，我坐了这趟航班，坐在厨房后面的折叠椅上，我正在喝一些热茶放松一下，然后我的一位同事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们开始谈论一切。作为一家大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的有趣之处在于，每次我们运营航班时，你都会与一组新的团队一起工作，所以我之前从未见过这一个女孩，也从未与她共事过，直到这一次飞行，结识新同事，并且互相了解，总是很有趣的。当我们谈到中途停留期间令人毛骨悚然的酒店房间和闹鬼飞机时的话题，我们几乎谈论了所有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最后是如何讨论到这个话题的，但他告诉我，我们正在营运的这架飞机闹鬼。我心想，谢谢你让我知道，但我不想知道这个细节。他告诉我，他曾多次搭乘这架飞机，每次飞行都会感觉到飞机上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他给我讲了这架闹鬼的飞机背后的故事。他告诉我，很多年前，这架飞机上有一位乘客，他可怜的妻子在度假时去世了。他们让他的妻子在货物舱中运送他回家。飞机在货物中运送死者的情况并不罕见，事实上这种情况每天在许多飞机上经常发生，他们称为货物中人类遗骸。他们透过飞机货运区的金属货柜运输。我的同事告诉我，在那次飞行中，有一位女士要去厨房要一杯饮料，机组人员告诉这位女士，她会为她准备饮料，但她可以回到座位上，稍后会把饮料端送给她。这位女士并指出她坐在哪里，以便机组人员知道。她还告诉空服员，她
坐在她丈夫旁边。接着，空服员准备好了饮料，并将饮料准备递送给女子。当空服员走到座位上时，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空服员告诉男子，有一位女士想要喝一杯。该男子是否知道那一位女士在哪里呢？男子这样问空服人员，因为他身旁并没有女士，他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空服人员告诉男子，有一位女士想要喝一杯，并指出她坐在她旁边。空服员和该男子正在讨论此事，然后该男子告诉空服员，他的妻子不可能要求喝饮料，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并且在货物舱中。该男子告诉空服员，疯狂的是，空服员他们拿的饮料是血腥玛丽，其实这是他妻子最喜欢的饮料。该男子对整个情况感到震惊，空服员们也感到很震惊。这是我同事告诉我在这架飞机上所发生的故事。很多机组人员都知道这个故事，每个人在这架特定飞机工作的时候都非常谨慎等等。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故事，也不知道该怎么想。我朋友就告诉我，在航班早些时候，他工作期间常常会不小心把水洒到乘客的腿上，每当他在这架飞机上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所以他通常会非常小心，不要掉落任何东西或将任何东西洒在乘客身上。那些无法解释的情况有时候会发生，甚至是荒谬的事情。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上面提到的船员休息舱，他告诉我，他每次搭乘这架飞机，每当他在机组休息舱休息时，都会发生某种诡异的状况。然后每当他休息结束时，他也会感觉到诡异状况就会结束，就好像什么事也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告诉我，船员休息舱里也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异常的奇怪噪音，不是飞机飞行时所发出的典型噪音，在休息区等奇怪的角落会听到很奇怪的声音。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告诉我的一切。当我休息的时候，说实话，我很害怕，也相当不安的去船员休息舱休息了。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不必独自在那里休息，我们四个人同时休息。我自始至终都感觉到相当不舒服，即使我们四名空服员在同一个区域里休息，我也感到不舒服，而且每个人都拉上了窗帘，并试图在我们休息的五个小时内休息或睡觉。我无法休息，是因为有人向我讲述闹鬼飞机的故事。当然，以下有一千种不同的声音，但我无法判断他们是飞机发出的常见噪音，还是不寻常的噪音。当然，我们也发生了诡异的上下状况，但并没有那么严重或糟糕，状况一直在发生，所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很奇怪。我躺在那里，一秒钟都无法闭上我的双眼。我不想打扰我的同事陪伴我或跟我说话，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觉。在剩下的五个小时里，我躺在那里盯着墙壁。我并不害怕黑暗，但我听完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时，这会让我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感到不安，就像看了恐怖电影一样，看完这些电影就无法入睡。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看很多恐怖电影，因为之后我就会睡不着。我100%尊重生者和亡者，无论我们周围是否有某物或某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时，会让我思考或感到不安，尤其是去一个看起来不太正常的休息区。当我们降落在布里斯本时，我觉得我自己
看起来像一个幽灵。在大约14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休息跟睡眠的时间为零。这是一次有趣又恐怖的飞行，我只想这样告诉你。好，说完这个故事，我必须说还蛮有趣的。其实对啦，每次我在搭飞机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这飞机上会不会有一些故事，但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吧，因为飞机人来人往，人那么多，人气那么旺，要发生故事应该也很难。假如真的要发生故事的话，会不会飞机也可能有问题。其实我之前记得我看那些泰国在拍一些关于飞机里面的一些鬼故事，我觉得是很有趣了，但我觉得可能性应该不够高。但也不知道，或许我们在飞机待的时间不够长吧。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我们除非去欧美了，要不然在亚洲的飞行时间差不多，在亚洲的飞行差不多都了不起给你到五个小时啊，很少会超过五个小时，到马来西亚也才四个半小时，不是吗？那在这个短暂的期间当中，你能感觉到什么？而且有些飞机是大白天在飞行的，不是吗？红眼航班或许有机会啦，但这个很难说，我不知道啊。所以假如你搭飞机的时候，我要这样讲好了啦，因为搭飞机其实有时候出国都是还蛮开心的吧，那个开心的氛围有时候都会把那些恐怖的氛围给盖过去，不是吗？有可能我们的心态不同了，毕竟我们有时候出国就是要去玩，那这些人或空服员他们就是在上面工作的，心态上的不同有可能也会造成不同的感受吧。所以下次你假如搭深夜的红眼航班，又是那种洲际的，我建议你吼，有时候看清楚你旁边坐的客人到底是谁呢？假如你坐的是商务舱或者是头等舱，那就另当别论了，不是吗？好，我是购商的启明，那这次的鬼故事我觉得相当有趣，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Thank you.